相聚的时间，为什么总是一点点？所有交代全面，是否听命权？愿力带我们到时间，约定牵引再相见，这是无限殊胜的姻缘。师徒一定会再见，不管历经了多少年，愿途始终到心间，誓也会陪伴你身边。天堂其实不遥远，但转念立刻到眼前，要让自己散发尽量的光圈。公园过满的那一天，佛光接引来团圆，师徒共赴龙华庆功宴。历经了多少年，愿途始终到心间，誓也会陪伴你身边。师徒相聚的时间，为什么总是一点点？所有交代全面，是否听命权？愿力带我们到时间，约定牵引再相见，这是无限殊胜的姻缘。天堂其实不遥远，能转念立刻到眼前，要让自己散发尽量的光圈。公园过满的那一天，佛光接引来团圆，师徒共赴龙华庆功宴。公园过满的那一天，佛光接引来团圆，师徒共赴龙华庆功宴。